今天做一个啥？做一个好玩的。这叫凤凰于飞爆浆蛋糕，开始做，你先别着急啊，我先把这两个小伞拿开。先弄这啊，对，这次你没弄错。你咋这么慢呢？呀，弄死了，揪不开，弄一圈，这浆有点稀啊！我去，这是你做的，这是你做爆浆蛋糕啊！看你弄的浆，咱弄点，这就是你做的爆浆蛋糕啊！你不能多弄点浆，把这个浆弄到两边。好，太稀了吧？来了，这颜色。咱弄一个粉色的啊！哎呦，这浆有点稀啊，不行啊！多弄点，再弄点。好了，开始爆它。这是一个好看的爆浆蛋糕。来，爆它们！一二三，爆它！哎呀，我去！哎呀！哎呀，偏了，和我想象的有点不一样啊！奶油撒了一桌子。哎呀，我去！你看，奶油太多了。差评！咦，中了，听吧。装饰一下啊，先给它装饰一下，装饰完再说。我的雨伞呢？拿过来。好，就这样子吧，不咋地呀，暂停吧。